曹小姐，曹小姐，曹小姐，该吃饭了。就说是小别胜新婚，可也不能饿着肚子呀。哎，三少爷来了，快请坐，快请坐，请坐啊，三少爷。三少爷，您可别嫌这儿脏啊。哪里话，挺干净的，麻烦您了，花大嫂。啊，快坐。虽说您是三少爷，可我不拿您当外人。这个熏鱼、凉拌肚丝，还有这个松仁玉米，听曹小姐说都是您爱吃的，来尝尝味道。不错，真的不错。往后啊，您就拿这当个家，别再让曹小姐苦着了。嗯，好好疼疼她。三少奶奶回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可记住了，哎，这可是老爷交代的，不许忘了啊。老叔，哟，三少奶奶，去吧。今儿孙燕在铺子里怎么样？挺好，挺好。嘿嘿，三少奶奶您放心，就是三少爷好像不太习惯那儿的味道，经常打喷嚏。等他习惯了呀，就好了。哎，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？说是去看个朋友，好像是在从香港回来的船上认识的。是吗？真不想让你走，可是又不得不让你走。哎呀，别这样，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三少爷，别这样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回去啊，千万别带相出来啊！要是让家里人知道曹小姐藏在这儿啊，这麻烦可就大了。我记得了，我先走了。嗯。哎，阿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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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可不能跟三少爷回去，你要是回去的话，可就露馅儿喽。看。连阿福都舍不得让他走。孙雅已经去了古董铺子了。嗯。哎，那这以后这铺子归谁啊？你说呢？当然是归木兰跟孙雅的嘛。这不是变着法的抢家产吗？啊，当初我怀孩子的时候，太太也说把那间裁缝铺子给我呀。可现在呢，啊，孩子没了，他连提都不提了，好像没说过一样。哼，这可好，这孙亚去出国留学了，半道跑回来，好像他有功了似的，还把古董铺子给他占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好了，素云，我劝你别气了，忍忍，这是太太答应的，能改变吗？反正你屋里的金亚窝囊老实，不像孙亚那样会闹腾，你看出来了没？谁会闹，谁就占便宜。金亚老实窝囊不会闹，但是我会呀。你会是会，可是你没木然那个心计，你斗不过他的，还是忍忍吧。我凭什么忍啊？哼，走着瞧。哼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。哎哎哎，你干嘛？别一天到晚弄这些没用的东西。哎呀，你家产都快被抢光了，你管不管呢？哎呀，又怎么了？木兰跟孙亚把琉璃厂那间古董铺子给占了。哎，那以后这铺子就是他们的了，没咱们事儿了。什么他们咱们的，本来就是一家人。哎，这什么叫一家人啊？啊，现在是因为你爸你妈都活着，面子上撕扯不开，所以你们三个才在一个院子里住着。哎，这哪天你爸你妈要是过去了，这姚木兰能当我们是一家人吗？你别把木兰老想得那么恶。这叫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你赶快去，你把南池的那间铺子给我要回来。哎呀，你什么都要争一争的、啊、难道不该争吗？啊，家产你都不争了，你还争什么呀？这哪天姚木兰心眼一动，那间药铺子也归他了，你跟我喝西北风去、哎、你快给我去！哎呀，哎，曾金亚，
哎，安香，来来来，二少爷，我来帮你。来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二少爷，不用了。来，那边。哎，安香、你是要做豆腐吗？对呀、桂英说老爷晚上啊要喝豆腐脑的。哦。我来帮你吧，啊！我小时候呀，也帮桂姨做过。二少爷，你还是给我吧，这种粗活啊，哪能让你插手啊？哎呀，我来，我来。你给我吧。哼，其实啊，我也能干粗活。嗯。哎，你每天都干那么多活，一定很累吧？这点没什么，做下人的偷奸耍滑哪能行啊？我们今天吃什么呀？哎呦！啊，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你怎么了？烫着了？没事，我自己来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我给你抹点油，来吧。哎呦，哦，还疼吗？哦。我不疼了。真不。安香、素云。二少奶奶，二少爷太太找您呢。啊、素云，我先去一下。二少奶奶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你，安香，我看不出来呀，你还挺有本事的啊，你能不能教教我呀？二少奶奶，你让我教您，教您什么呀？教我怎么勾引男人。二少奶奶，这话可说不得，我没有。你还不承认是不是？啊？那你刚才跟二少爷干什么呢？你说话呀！你刚才跟二少爷干什么呢？二少爷刚才烫伤了手，我在帮他擦酱油。哼，二少爷是少爷，他怎么会烫伤了手啊？二少爷他要帮我做豆腐。二少爷他怎么会去了厨房？他又凭什么帮你做豆腐？二少爷他怎么了？他，你给我跪下！你这个不要脸的小贱人，跪下！二少奶奶。你是不是也想学那个曹丽华呀？还惦记着跟二少爷明铺暗盖，是不是？哼，你听听，暗香暗香，你这个名字就是个偷男人的主。二少奶奶，我没有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你还敢顶我的嘴？你给我抽自己嘴巴，自己抽。二少奶奶，我真的没有啊。你抽，你给我自己抽。我没有。给我自己抽，快点！你，安香，起来，来，你怎么又罚他？他该罚。怎么着？你又心疼了是不是？你这，哼！我让你去找你爸你妈谈正事儿，你可倒好，跑去厨房跟丫鬟调情，哼！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、啊！一个赛过一个，哼！你们曾家的男人啊，都喜欢跟丫鬟调情。你爸偷了桂姨，你弟呢偷了曹丽华。哎，怎么着？这活轮到你了。哼，曾家的男人啊，都喜欢偷鸡摸狗。啊、你，你干什么呀，曾金啊？你举着手干什么呀？啊？哦，你要打我是吗？我还真没看出来你有胆量打我。你打呀，你打一下让我看看。你。啊曾金燕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，我打死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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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死你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打死我，我就打死你！你，
曾经呀、啊嗯、你打呀，你再打我，我今天跟你没完。慢点慢点，把这个披上，别着凉了。快点，小心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啊？想把家里变成武馆？快起来，安香！怎么了？素云，能把静雅逼得动了手，我看就不是件小事情。告诉我，这是因为什么？素云，你有事说事，别着急呀。你倒是会装好人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我怎么得了便宜又卖乖了？你还装什么装啊？借着孙牙闹腾的机会，眼珠子一转就把琉璃厂那间古董铺子给占了，这不是在抢家产吗？素云，你误会了。天地良心，我让孙牙去铺子是想让他学点正经事情，怎么会有分家产的念头呢？再说了，公公婆婆都在，我怎么会想这些呢？哼，你想说的比唱的好听，要是真分了还好呢，真分了还有我一份呢。真分了也没你的份儿，我不要。你不要我要，该我要的不给我都不行。好了，别吵了，铺子是曾家的，人人有份。我看这样吧，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也不好，干脆说清楚讲明白了，以后大家就没有误会跟怨怪。南池子跟北边不是还有几间铺子吗？干脆请太太分了吧。至于我先说了，我可不要。哼，那就不公平了。桂姨，你凭什么不要啊？人人都有份嘛。现在这一大家子在一起不好吗？分什么家产呢？这些年北洋政府就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，把这个世道换乱了。我们曾家在这个乱世中虽然说是挺住了，但是我们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的衰弱下去，这一点我很清楚，你们大家也很清楚。如今的北京不叫北京，叫北平，已经没有了皇城根底下的人，我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难。正因为艰难，所以这个家可聚而不可分。只要我和老爷还活着，还有一口气，你们谁也别想分了这个家。孙雅去铺子里上班了，你说她能做好吗？孙雅其实很聪明，她呀就是尚未定性，不愿意受到束缚，一旦她醒悟过来，知道改变自己，她会做得很好，但是她需要时间慢慢来。对于她，我一直是有信心的。怪不得呀，妈说你宠孙呀就像宠个孩子一样，我看一点也不假。对自己的男人不宠怎么行呢？好女人都是这样，如果平雅哥还在的话，你也会像宠孩子一样宠他的。三少奶奶，你怎么织了又拆，拆了又织啊？别管了。哎，回来了。洗手吃饭吧，赶紧。三少爷，这是三少奶奶亲自下厨炖的鸡汤。
我已经吃过了，不吃了。你们啊，以后也别等我回来吃饭了啊。孙雅，嗯，这个做生意免不了有应酬，可是你整天在外面忙来忙去，也就吃个晚饭的时间，大家可以聚一聚。再说喝多了也伤身体啊。我知道，不过你们既然都逼我出去做事，我就要讲外面生意场上的规矩，吃饭应酬那是难免的，我也身不由己啊。我先去睡了。瘦了吧。可孙少奶奶，您还没吃呢。我不饿。孙雅，莫愁，你去哪儿啊？是不是又去找牛怀玉？是啊，牛怀玉找我去打网球，怎么了，哥？以后不许你和他再来往了。哥，你凭什么管我呀？因为我是你哥，我不能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跳。你错了，我呢，就是在追求自己的幸福还有自由，即便是火坑，我都愿意往下跳。哎呀，哥。亏你还留洋回来的，爸爸呢都让我自己做主自己选择，你还管我。我是为你好，为你以后着想。自己的路呢自己走，无怨无悔。嘿，哥，不用为我操心了。哎，他呀，不撞南墙是不会死心的。我倒是觉得莫愁姐挺好的，我很羡慕她。你还羡慕她？嗯，你看她敢爱敢恨，多痛快。嗯。红玉，嗯，你可千万别学她，一个小疯子。嗯。富哥，天下文章多了，你是写不完的。哎，可我妹妹莫愁就一个，你若将她拱手让给牛怀玉，你会后悔终生的。两情相悦才能白头偕老，婚姻大事岂能强人所难呢？俗语说，强扭的瓜不甜。你书呆子一论。李福哥，不是我说你，有时候你过于迂腐了，仁义礼智信样样占全，唯独对自己太刻板了。我不信像我妹妹那样的女孩你会不爱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我是君子又不是和尚。哎，和尚还有偷吃肉的时候呢。
我看你啊，连和尚都不如。李福哥，你想过没有，你这般谦让，无异于将莫愁送入虎口，岂不等于害了他？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横刀夺爱呀、啊、哎，凭你的学识修养人品，难道你会败给那个牛怀玉不成？这很难说啊。爱的小姐过来看一看，那都是啥呀？你这个像吗？看一看了啊。嗯。冰糖葫芦。哎，你看这人。冰糖葫芦。冰糖葫芦。冰糖葫芦了。卖冰糖葫芦。这俩人有毛病吧？这是。再吃一个。哎。嗯，好吃。嗯。牛少爷，哎哎，您让我找的宝贝，我找着了。你找到了？嘿，我是谁？只要在琉璃厂现过身的宝贝，就是如来佛的舍利子，我都找得着。来来来，哎，咱们瞅瞅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牛少爷，哎，快瞅瞅，快瞅瞅这个宝贝，你看看。莫愁，你看看，这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大唐美人雕？正是它。这只大唐美人雕诞生于贞观年间，时逢大唐盛世，风调雨顺。当时洛阳府还征集了3000多能工巧匠，雕琢各式各样的精品玉器献给皇上。这只大唐美人雕正是唐太宗最喜爱的。哎呀呀，小姐年纪轻轻却有如此学问呐、啊、敢与那琉璃厂的行家相比了，在下是自愧不如。敢问小姐芳名啊？哪个府的？可是古董世家出身呢、啊、不，我对古董并不在行，只喜欢玉器而已，冰清玉洁，方显高贵。先生不必问我的名字。哎，冰清玉洁，好像小姐。小姐不就是冰清玉洁吗、嗯、牛少爷，这个玉雕啊和小姐正般配。我看也是，那我就买了。莫愁，上次听你说起过大唐美人雕，我叫先生留心找一找，还真给找到了。谢先生，多少钱？这个数500。哎，再加2个0。50000。啊，牛少爷，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珍宝。况且呢，您又是献给这位如花似玉的小姐，这叫玉雕有价，情义无价。先生您收好，我们不要了。哎，走吧。牛少爷，牛少爷。先生你给我留着啊，我肯定买，我肯定买。哎，走啊，走走、啊、你给我留着啊。啊，行行，您快着点啊。哎，可过时不候。怀玉，我真的不要。既然你喜欢，我就买回来送给你。天下玉器多了，我都喜欢，岂能都买回来？怀玉，有你这份心意就够了，不必非得破费。我想把这世间你喜欢的东西全都送给你，只要你高兴，我就会幸福。红玉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哎，红玉，女孩是不是都喜欢花啊？当然了，女孩家是水做的骨肉嘛。《红楼梦》里面说……哎，红玉，红玉，求你了，以后别再整天的《红楼梦》好吗？这样啊，对你不好。像林黛玉有什么不好？我偏偏就喜欢她。知道你喜欢她。可要是看见一朵花败落就要掉眼泪，这样的女孩男人会怕的。迪飞哥啊，难道你怕我？
我怕你干嘛呀？我是说，你将来的先生会怕你。嘿，哎，立夫哥，立夫哥，立夫哥，嗯，嘿嘿，立夫哥，嗯，哦。嘿嘿，李福哥，我教你一招。这女孩啊都喜欢花，待会儿啊莫愁回来了，你把这花环送给她啊。哎呀，拿着。嘿，嗯，漂亮。嘿嘿嘿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哎，然后啊，嗯，你约莫愁去看电影，哎，卓别林的滑稽电影，莫愁啊准喜欢看的。哎，拿着。哎，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。我孔立夫再笨也不至于连谈情说爱都不会，这些你留着自己用吧。哎哎，立夫哥，我又没有女朋友，我怎么用啊？请红玉看电影去啊。哎，你们这都怎么了？我一直拿她当妹妹看，我怎么会爱上她呀？嘘，你小声点。红玉要是听了这话，怕是要出乱子的。哎，她爱你呀，就像黛玉爱宝玉哥哥，又甜又苦又涩。你可不能害了她。切，我最烦的就是那个林黛玉。嘘。二小姐，您回来了。哎，先生，您坐车吗？二小姐好。嗯。红玉。啊，莫愁姐。怎么了？怎么又哭了？我没哭，只是刚才眯眼睛了。准是狄飞哥又欺负你了，我找他算账去。哎，莫愁姐，莫愁姐。是，母亲，您放心，我见到怀玉就让他回来。好的，是。哎，那个牛怀玉也值得你去爱。以后不许你这么说他，你该学会尊重他。他哪一点比得上立夫哥？哎，我啊。为什么把他跟立夫哥做比较？他就是他，我不会把他跟任何人做比较的。你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兄妹俩不要吵了。哎，李飞，你忙你的去吧，我跟莫愁说两句话。哎，哼，哼。哎，表哥，你去哪儿？看电影。他为什么不请我去看？红玉。啊。想去看电影吗？看电影去。啊。可是我还想绣花呢。算了算了，你绣你的，我自个儿去。哎，表哥。我去。我去。说实话，我很为你担心。以牛家的家风，牛怀玉很难做到出淤泥而不染。如果他像他爸爸哥哥那样，你现在的选择将会是一生的灾难。你们多虑了，你们根本就不清楚牛怀玉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牛家的坏名声将他给淹没了，想象中他应该是个坏人，可他不是，他活得坦坦荡荡，充满了热情。我尤其喜欢他对我执着的追求。立夫哥，啊，你喜欢我吗？啊，那么你爱我吗？我
这就是差别。你人很好，很有学问，又很有教养，又很孝顺，但是你活得太拘谨了，不像牛怀玉那样坦坦荡荡的，爱了就爱了，不爱就不爱。为什么总是说不出口呢？哎，哎，哥，我正找你呢。哎，怀玉啊，你是真英俊呐，难怪女孩子都喜欢你。哥，给我5万块钱，我有急用。多少？多少？5万。5万？啊，你是要娶妻生子，还是要包俺门子？你别管了，我真的有急用啊，哥。是不是为了姚莫愁？我一猜啊，就是为了他。你是被他给迷住了，该醒醒了。回家，妈说有急事找你。哎，妈找我能有什么急事啊？有贵客来访，你小子要交桃花运了。哎，哎，哥，哥，那钱的事儿。下去吧，把前面补。徐小姐啊，来喝口茶。牛夫人，我们许家喝茶都是丫鬟斟茶的。你爸爸呀是身居啊高官，当今的望门贵族，当然得讲点排场啦，我们牛家怎么比得了呢？让徐小姐见笑了啊。京城人都说你们牛家人有钱有势。那是那是，我看呢不过如此。少爷回来了。少爷，许小姐来了。怀玉，过来呀。哦，有客人呢。怀玉，过来呀。妈。回来啦。这孩子别急着走啊，过来。这位是许小姐，是专门来看你的啊。来看我啊？是怎么回事？我从报上看到你的诗作《明月寄情》，还配着你的照片，很有些心得。我今天特地来跟你切磋切磋。哼，许小姐也喜欢诗？当然，我爸爸是很有地位的，我们许家的人怎么可以不喜欢诗呢？是啊，像许小姐出身这么显赫的姑娘，作诗吟诗才能显示出高贵来嘛。这么着，你们俩啊，慢慢切磋，慢慢聊。哎妈。哎，干什么去 啊？我送水果。哎哎，瞧好了，现在这样的时候吧，哦，不长眼睛。哦，那哎，你坐，你坐。哦，喝茶，拿走。黑夜之风抚慰我的芳心啊，夜空中繁星闪烁出少女的渴望啊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
普天之下，有谁能够猜得到？好，这是我最得意的诗作，请你欣赏。你猜这少女的渴望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都是些什么？哼，我猜不了，我也欣赏不了。别客气啊，我们是以诗会友，诗友之间是需要真诚的。那我就真诚一把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那首《明月寄情》是花钱买的，我根本就不会作诗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呢？牛怀玉，你好谦虚，好幽默啊！你比我更幽默。瞧你，多客气啊！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许小姐，我还有事儿，恕不奉陪。小翠，他多英俊呐，只有这样的男人才配得上我，是吧？可是他好像不喜欢诗啊。你懂什么？谁喜欢诗呢？我也不喜欢，只要他喜欢我就行。小姐，他好像也不喜欢你呀。我爸爸正管着他爸爸呢，只要我喜欢他，他就是我的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哼。你怎么上来了？许小姐呢？妈，哪儿跑来这么一胖丫头，俗不可耐，脸皮还这么厚。哼，你这孩子胖怎么了？那叫福气。怀孕你给我听好了啊，你就是得罪了王母娘娘都不能得罪她。她是她爸爸唯一的女儿，一点假都不掺的掌上明珠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的主，记住了。她爸宠她该我什么事儿啊？该你的事儿大了。他爸是谁呀？啊？孔祥熙的左膀右臂，真正财神爷，正管着你爸。你爸要是还想在官场上走下去啊，就得攀这高枝，不然说不定哪天啊，你爸就让给撤了。万一哪天你爸要是一失利，咱们牛家会怎么样啊？会怎么样？就会让人给撕了。这么多年了，牛家得罪多少人呢？啊，又遭到多少人的眼红和妒忌，数都数不过来。就是现在，还有人借告状信寄往南京。你爸别的不怕，就怕遭弹劾。哼，所以你听我说呀。许小姐她爸爸就是咱们牛家的大腿，无论如何保住了。许小姐那腿就够粗的，想必她爸的腿就更粗。你先不要说风凉话，听话啊，下去陪许小姐，晚上留她在这吃饭。哎呦妈，我胃疼，怎么了？我想吐。怎么了你这是？哎呦怎么到了关键时刻你倒来病了？哎呦真的？哎呦那我先去陪他，你先去躺一会儿，晚饭一定要一起吃啊。妈等一等。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肚子还疼啊？疼？给我5万块钱。多少钱啊？5万。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去啊？我有急用。5万块钱我可以买30个丫鬟100匹马。你想干什么去啊？哎你就别问了，我真有急用。哼，我看你就知道把钱要花在姓姚的身上。哎呀我一个字都不给。哎呀哎妈。
啊。要心